金沙滩无人信佛，在这里，人们纵欲放浪，沉溺于灯红酒绿之中，生活奢侈浪费，肆意糟蹋食物，却无视因饥寒交迫倒卧在街边的乞儿。来佛，正是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 一个幽深的夜里，一名老僧悄悄地出现在金沙滩的桥边。欢迎你，老爷！哎，走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嘘，哎，家里那些女人，老爷，你别担心，交给我就行了。嘘。 你的心声我会记住的。哎呀，老爷，您这是什么话？尽忠职守可是奴才的天职，和颜牺牲啊！哎呀，说得好，太好了！哎，老爷，长夜漫漫，这万花楼的姑娘可不等人的。哎呀，对对对对对，哎，等一下，等等等等等，我给你看样好东西，什么东西啊？五三八，哎，这个是。 这是牡丹姑娘的花牌呀！啊，这不简单啊，老爷，您可是好不容易才挂到花魁牡丹姑娘的号啊！哎呀，等牡丹姑娘多么的不容易呀！我等了她整整三个月，才等到跟牡丹姑娘共饮的机会，五三八。对，老爷真的不容易啊，老爷。 你可不能迟到，否则给别人插了队占了便宜，那就不好了。哎呀，对对对对对，说的有道理，那我得赶紧走了。哎，老爷，轿子就在后边。哦，好，好，那我走了啊。太好了，恭送老爷。我跟你讲，我这愣在这干什么呀？还不快走！是老爷，回去再好好算这账。狗腿子，哎，老爷，我来了。 哎，快快快快快快！哎呀，哎，退退退退退退！怎么走路的？你怎么不长眼呢？你，我不长眼。哎呦，哎呦，我当是谁家奴才没教养、没水准的，原来是李高才家的小六啊！你看那个穷酸样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么丑？啊，没事没事，一个狗奴才嘛，不长眼。你怎么骂人呢你？我就骂你怎么着？哎，我，哎呦，哎，少爷请。李高才，哎呦，我以为是谁呀？ 原来是张大张老爷。嗯嗯嗯，张老爷好兴致，今生落重的，您不再加勇气抱歉享清福，反倒在晚上回楚寺的赶路。我是出来锻炼锻炼身体啊。哎，锻炼锻炼，锻炼锻炼。哦，对不起，我忘了。张老爷，您家是不是有只母老虎？啊，你是不是又给打出来说要花钱去青楼避难呢？你。 你说的什么话嘛？总比你两个绣清风抱根稻草要好吧？啊！老爷，他是穷的要命。层次不同就是层次不同。嗯。子曰：“为小人和女子难养也。”张老爷，声色犬马皆磨道，这个道理你总该懂吧？啊，这我不是没有女人抱，而是我不抱女人。 哎，对对，哎，不抱女人，这什么嘛？听不懂啊！老爷，我也听不懂哎，根本是对牛弹琴嘛！就是嘛，有什么不同啊？有什么不同啊？真是的。这里面当然有大大的不同了。哎呀，小六啊，哎，我想呢，就算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们，他们也听不懂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哎，他们也听不懂。我们的层次不同，哎，层次不同。嗯，好，咱们废话少说。 今天晚上，明月当空，清风习习，如此良辰美景，我才懒得费事跟你瞎扯淡。小六，我们走。哎，好，不送了，不送了啊。嗯，哎，张老爷。
后会有期。哎，快滚滚滚滚滚！层次不同。哎，你哎，了不起呀、啊，书呆子！我告诉你，哎、要不是我，展开，算了算了，不要跟他们吵了。现在什么时辰了？现在啊，现在虚实了。虚实了，虚实了！我的牡丹姑娘，哎呀，我的牡丹姑娘，我等了她三个月呀！快快快，走了走了走了！老爷，先上轿吧，先上轿吧！哎，快点，准备起轿了！老爷上轿，准备起轿了！这种差事真不是人干的。马良，哎，拜托你别吓人好不好，杏花？如果没做错什么坏事的话，我也吓不着你呀。上哪儿去了？我都找不到你。哦，我去。什么事啊？夫人找你。老爷呢？哎，这老爷，快说，一个字都不许给我隐瞒。我，哎，夫人，我，哎，这，你说。他是不是又在外面又弄巢筑了个窝了？没有，夫人，老爷他没有没有。你说他到底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啊？他去找那三只狐狸精也就罢了，他总不能把种偷了在外头，捧他张家的炉不来进我李家的香火吧？夫人您看开点，老爷他心里一直有您呢。我还看不开呀、啊！我看不开，那三只狐狸精，他进得了李府吗？哼，说他入赘没面子，我给他场面，我给他赢钱，让他过足老爷的瘾。说我没生儿子，我也认了。由着他娶了这么多的妻妾，哼，我同样连个屁也生不出来。我已经都做到这个地步了，他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爹娘，我对不起你们，你们给我留了这么大的家业，可是仍然香火无尽。老爷没有不满意啊，夫人，老爷是心疼您的。哼，哎，心疼我？夫人，这个本来不应该由我来告诉您，可是看到你这么不安，我就说了吧。老爷他……他怎么了？他……啊，他得了一个求子秘方。在城中山上有个月牙泉，有种传说，夫妻只要男方连着30天，夜夜到那个月牙泉去沐浴净身。焚香祷告，哎，就可以一举得男嘞。所以这些夜里啊，老爷都出城去求子了。哎，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您也知道，老爷他怕不成功，您知道会伤心，所以一直没敢告诉您呢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要不然你可以去问老爷。哎，不用了。好吧，你去吧。是。哎，慢着。好。你别跟老爷说，我知道这件事啊。难得他这么有心，我们也就别辜负他了。是。人呐，总是喜欢强求自己没有的东西。哎，
颠颠簸簸的，真的都给颠散喽。哎呀，这一路颠颠簸簸的，身子都给颠散喽。老爷，我也想让您多睡一会儿，可是我能等您，夫人可不能等您啊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在哪儿啊？夫人呢？夫人，夫人，老爷您别紧张，夫人在府里。哦。 好了，马上继续。我一早来接您，就得在夫人发现前把您送回去。要是夫人知道您一夜未归，那……不行不行不行！哎，对对对，你想的很周到，很周到啊，是吧？啊，对，周到，快走走走走，走了，继续赶路，继续赶路啊！快点，快点，起轿了，起轿了，快点！你干什么？你故意的你啊？干什么你啊？哎，快点啊！好，走走走走走走，快快快，走了啊，走，快点啊！ 停！哎，放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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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马良，怎么又停了？哇，怎么这么多人呢？前面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哎呀，是你不长眼吧？这前面你在带路，你往人群里面走。马良，这不是回不去了吗？啊，不行啊！是啊，要是夫人发现的话，哎呦！ 夫人现在快醒了！哎呀，别别别，你个乌鸦嘴，乌鸦嘴呀！哎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！哎呀，人这么多，老爷，出不去呢。马良，你快想办法！哎，就不想快点，快想办法吧！哎呦，哎呀，哎，怎么办？再过2个街就到家了。如果老爷愿意，啊？哎哎哎，你要老爷用走的，你当老爷是驴子？不，我不是说您是驴子，我是说驴子的四条腿能跑得快。你闭嘴！ 你给我记住，你给我记好了啊！不行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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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傍身。放生！切，小姑娘，你在跟我们开玩笑吧？你们仔细想清楚，要决定买去放生的，我才愿意卖给他。哦，小姑娘，这样的话，可就没有人愿意买你的鱼了。小姑娘，你出来卖鱼不就是为了做生意吗？既然为了做生意，鱼卖掉就行了，何必管人家一定要放生什么的呢？我说，你让他们喊价，喊得越高越好，管他回去是放生也好，吃也好嘛。反正啊，你就不要管了啊，能卖就行了。你下下。不行，要确定买去放生的，我才愿意卖给他。否则，就算价钱再高，我也不卖。
哎呀，哎呀，哟，小姑娘，你在寻我们开心呐？啊，小姑娘，我就出钱把你的鱼全都给买了，但是有个条件，你要在我脸上。 像一个，哎呀，你说那什么话你啊？要不要脸呢你？你怎么那么色啊？啊？你看什么看？看什么看？走吧。我当是谁呢？这原来是靠老婆发财的张大呀。不要笑，你怎么骂人呢你？我哪里骂人了？我说的可都是实话。哎呀，你还敢说啊你？我可不敢说什么，我只是想要跟小姑娘买鱼。 小姑娘，怎么样？你的鱼卖给我吧。小姑娘，鱼不卖了，我都买了，我不要任何条件，听到了吧？哎，不要任何条件。我也是纯粹买鱼，我买鱼，什么都不用啊。买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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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买？大家都别吵了，买鱼放生本是件好事。这样吧，我的鱼也不多，没办法卖给每一个人。 而这位老爷是第一位说要无条件买鱼放生的，所以我的鱼就卖给他。哎，谢谢谢谢谢谢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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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
相拥。人间难得几回见呐！哎，老爷，老爷，马良啊，我的好兄弟，我告诉你，我今天看到一个好漂亮、好漂亮的女子啊，她的肌肤赛雪，眼睛就如明月，啊，那秀发，那秀发乌溜溜，乌溜溜，哎呀，她还告诉我怎么样啊？你说话呀！啊，她到底怎么样嘛？她还告诉我说，她教我美白秘方啊，真漂亮，好多人都为她争风吃醋，还挤破了头呢。他们居然为了一个女人争风吃醋，丑态百出，还荒谬到要买活鱼放生。对啊，人多到都挤满了市集呢。哎，这世上为什么竟然有这么多庸俗之辈？他们难道就看不透美女丑女都是女人？凡是女人呢，除了样貌和钱财之外，这儿通通都是一样，小心眼儿，爱吃醋，情绪化，个个都是麻烦，每个都要操心。不信你看，为什么那个卖鱼女不好好的在街头卖鱼，反倒要别人买活鱼放生？这行为有违常理。依我看啊，我觉得这个卖鱼女，摆明在耍人。啊，小廖，跟我跟久了，你也变聪明了，那是少爷您教导有方嘛。不过小廖，啊，依我看，这件事情最荒谬的地方，不在于卖鱼女要别人买活鱼放生的这件事上，那在哪？而在于真的有人信的，要买他的活鱼。哦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哎呀，其实这个世上很多道理都很简单，可是这世人呢，就偏偏看不透。也对，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如果他们的见解都跟少爷您一样，那金沙滩上不就不止少爷您一个秀才了吗？哎，小六，小六，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，我跟你说的话你怎么老是记不住呢？是少爷您说过，做人要谦虚，书要多读，话要少说。可是我一想到张大他出钱把鱼全部买下来还沾沾自喜的蠢样，我就想笑。小六你错了，你不应该笑我的，而是应该同情的。同情他？对，
你想想，他整天困在女人堆里，在家里被老婆看不起，去妓院连那些青楼女子都得笑话他。堂堂男子汉大丈夫作贱成这样，哎，可怜可怜呐。还笑，抹抹好了没有？啊，好好好，少爷少爷。知道，在你心里呀，我到底算什么？哎呀，你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在我心里呀，你是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了啊！我看呢，是我的钱最重要吧？哎呦，你怎么这么说呢？哎，有错吗？这，我看啊，错的是我，是我容忍你娶了三房姨太太。哎，可是我得到了什么？啊，换来的只是你对我的不闻不问，换来我自己伤心难过。秀秀，干嘛老是把自己往死胡同里逼呢？哎，我往死胡同里逼？哎呀，别生气，别生气啊！来，坐嘛啊，坐。哎，秀秀啊，咱们夫妻这么多年了，你又不是不了解我，外面那些女人呢？我是一个都看不上眼的，娶他们回来呢，都是纯纯粹粹要个孩子嘛。我张大没有无所谓呀，我可以跟你清清淡淡、平平静静、安安稳稳、舒舒服服、安安心心的过日子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可是什么？可是人言可畏。可畏什么？你不知道那些族亲在外面讲得有多难听啊。他们说你善嫉妒，没有妇德，不为列祖列宗着想，也不为咱们两个留个后嗣，这是，哎呀，让他们说就好了。那怎么可以啊？我难过啊。那你这段期间怎么老躲着我？哎呀，看你心情不好，可是我又想不出办法来哄你开心，我气我自己，我你这个蠢材呀！哎，我这样难过，还不都因为你？你要是经常来看看我，我还干嘛难过？哎呦，那你又不跟我说？哎，这还要教啊？我真的不知道嘛。哎，好，来，我再给你捏捏啊。以后你告诉我就好了嘛，啊！来，谢谢马总管。马总管，谢谢马总管。哎，老爷，好了，你们先出去啊！啊，先出去，哎，出去！你们的工钱我待会儿再发。哎，走。哎，老爷，您还好吧？哎呀，能坏到哪儿去啊？我告诉你啊，嘿，这女人呢、啊、就是欠哄啊，哎，只要你啊掐准了那根弯掉的筋呢、啊、把它给顺直了就没问题喽。不是我自夸呀、啊、要如何做得妥当，如何做得巧妙，这可是一门艺术啊。老爷您辛苦了。哎呀，是辛苦啊，不过也没法子，谁叫我吃他的粮用他的钱呢？这安抚他也算是我的职责所在啊，也好让我有好日子过呀。老爷您说的有理，马良受教了。好了，先不谈这些了，我找你来是有事要向你请教。哎，不敢不敢。对，我想追个姑娘。张安兄，哎，别张安兄的了，你是军师，我问你呀。对呀，我告诉你啊，这次啊，我踢到铁板了。啊？怎么会呢？
我这。我明白，从老爷的话听来，如此多人同时竞争，又遇到如此刁难的对手，难怪老爷会如此的烦恼了。哎呀，你说的那些废话我们都知道。哎呀，别急，重点还在后头呢。嗯，依我看，如果要突破重围，唯有让自己在众人面前显得特别。特别？哎，怎么特别啊？哎，俗语说得好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一定要先了解敌人的弱点，我们才能见缝插针，夺取先机。又是废话。哎，你才废话呢，别理他，继续说。首先我们要了解这鳗鱼女子的性格。就老爷所说，这鳗鱼女子的性格有两种。一，面对众人的竞价买鱼，她并不会因此提高鱼价谋取暴利。嗯，由此可见，这卖鱼女子视名利为粪土，性格清高，不会被礼物所打动。第二，她的鱼呢，坚持不卖给人吃，而是卖给别人放生。如此慈悲的胸怀，如果要获得这女子的芳心，就要从以上这两点下手了。哎呀，有理，有理呀！纸上谈兵谁不会啊？做法呢？做法呀，做法很简单，一热情，二浪漫，三富有文采。热情、浪漫、富有文采。自古以来，凡女子谁不喜欢男子对她温柔体贴的？既然这女子不受金钱礼物所打动，那我们就掏出我们的真心，从小地方着手，让她打从心底的感动。他渴了，我们奉上茶水；他累了，我们端上饮子。哎，江安，哎，快！姑娘，卖鱼卖得这么辛苦，喝口水吧。江安，哎，哎，姑娘请用。哎。对呀，江安，哎，椅子来了，小了一点啊。哇，啊，这个你们也想到了啊？我，但以上这两点呢，一般男子也想得到，所以如果不成，就必须迅速的进入到下个层次，那就是以你的温文儒雅的言谈，配合着卖鱼女子慈悲的想法，与她攀谈，吸引她的注意。姑娘，你看，这缸里的鱼游得多好啊！哎呀，就是因为这些人，你看，这些人呢，为了他们自己的一己的私欲，口腹之欲呀、啊！哎呀，把这些鱼杀了、啃了、吃了，这是多么残忍啊，多么不人道，多么不文明啊！你们说是不是啊？先生见解倒与常人不同。你们看，小姐过奖，小姐过奖了。先生您看，这鱼在缸中游，怎么游都游不出去，有了限制多么苦闷。正如我们为人，在凡尘俗世间有太多的困扰和烦恼，跟这条鱼一样受到了限制。每当我看到这条鱼，就想到了人，同样都是生灵，同样有烦恼，在买鱼放生的同时，放掉的岂止是鱼，而是人心底的桎梏。哎，小姐说完了。高见，高见，真是高见啊。姑娘真是高见。哟，这不是李兄吗？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啊，小弟刚巧路过此地，听到张老爷一番话，所以特别上前来问候。哼，真巧啊。张老爷，
您的见解真是让我耳目一新呢、啊。你喜欢鱼吗？当然了。喜欢鲤鱼？是呀、啊。鲤鱼游在川海，自由自在。哼，这鲤鱼游在川海，难不成游在马路上啊？啊？所以你特别喜欢鲤鱼？当然。你刚才不是问过了吗？对鲤鱼特别有研究。谢谢夸奖。哼，鲤鱼片来吃，味道最鲜。错，红烧的最好吃了。真的吗？难道我说错了吗？哎，鲤鱼红烧味道最鲜。张老爷，您可是说出心里话了啊？这鱼放生干嘛？还不如红烧味道最鲜。那我倒想请问张老爷，刚才您那边放生的言论，岂不是违心之语吗？啊？就是嘛。哎呀，马良贤弟。昨日于街心偶遇老爹，得知你对当年之事挂怀于心，更知道你觉得对不起舍妹，无颜面对我们一家，因而远走他乡，甚至不愿意回家乡继承家业。看到令尊日渐叩楼的背影，我实在不忍，不得不下笔劝你。贤弟，当年的意外与你无关，你无需背负责任，以此自苦终生。马良啊，马良啊，老爷来了。马良，老爷请坐。哎呀，哎呦，你呀你哟，老爷，哎呀，那个卖淫女子还好吧？别提了。惨败啊。怎么了？我们想出来的计策呢？嘿，你真出的好主意啊，马总管。老爷，您没替那个卖淫女子倒水端椅子？水倒了，椅子也端了。您想到的别人都想到了，那个椅子多到可以拿去卖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哎，那老爷，您没有跟那个卖鱼女子谈论鱼儿放生之乐？谈了谈了。哎，那一招还真是管用啊。我谈了之后啊，再到满堂彩啊。哎，只不过只不过什么？只不过半路杀出了程咬金呐、啊！哎呀，破坏了我的计划，让我当场出丑，颜面扫地。老爷，其实这不能怪你嘛，谁叫你刚才的？谁给我谈起他的名字？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？哎呦，我这脸是丢大了，以后叫我在城里怎么行走啊？哎，老爷，您别！哎呦，马良啊，你要帮帮我的忙啊！啊，我哎呀，帮我想办法呀！老爷，兄弟，就靠你了。我，好好加油！哎，老爷，就靠你了。哎，你逃逃哪去啊？那可真邪门啊！今天怎么抓不住啊？怎么回事啊？夫人，老爷从外面带来好多活鲤鱼，说是准备放生的。这个缸里也养不了那么多，所以想抓两条鱼红烧。哎，抓鱼就抓鱼嘛，弄成那么大声响。我想抓他，可是他不让我抓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别抓了。老爷不是说嘛，这些鱼啊是买来放生积德的。哎，一会儿啊，把这些鱼统统带到溪边放生去，啊！啊，夫人，哎，就这么办了啊！哎，无论如何你要想办法，我希望能够再娶个妾回来，我们好好谢谢你的啊！老爷，你又想娶个妾回来啊？嗯，上次夫人才说话，除非三房的姨太太帮你生个孩子，否则，所以我叫你帮我运筹帷幄计划呀。老爷，你可真看得起我啊！好好想想办法啊！老爷，要成功啊！啊，好好想想看该怎么办吧啊！老爷，老爷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干什么你？我是要告诉您，那个卖鱼的女子来了。对对对对，来来来。小梅，快来啊！小梅，等等我！快来啊！小梅，小梅。
小梅，小梅，你醒醒啊，小梅，小梅。姑奶你好，在下张大。在下，看傻了，行动了。不要怪我没先警告你啊，那块香肉是老人的，你再怎么想，也只能一旁流口水，晓得了吧？啊。哎，快点呐、啊！哎，老爷，马上来。好，老道士请。啊，别慢走。谢谢大师。这到底怎么一回事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你要想办法，我希望能够再娶个妾回来，我会好好谢谢你的啊。那块香肉是老爷的，你再怎么想，也只能一旁流口水。哎，下面点。哦哦，哎，这。哦，这儿是吗？哎，这儿。哎呀，我说夫人呐、啊，这你的肩膀最近怎么回事啊？怎么那么硬啊？啊！哎，你说说看，我怎么能够不硬哦？这十八家当铺，六间客栈，哼，八家饭馆，还有三省十八县的账本，我都得审、得批、得看。你倒是说说看，我的手怎么会不硬呢？哎呀，真的，夫人，你也够辛苦的了。不过我也说了，你别把责任老是往自个儿身上扛嘛。这人呐，该歇的时候就得歇着，啊，累出病了怎么办？这犯得着吗？这个，啊，哎，张大，哎，我说你是在说风凉话啊？这休息我怎么休息啊？我放着客栈、饭馆的生意不做，让他倒啊？我呀，可没那么傻，现在能靠的，也就是那么点钱财，哎，不然我还能靠什么呀？你能给我什么保障？我。夫人啊，你何必这么说嘛？我是关心你。哼，关心关心，你啊，嘴上说的好听，为什么不来帮我？啊，我呀，带着钱财跟你张大做夫妻还不够，哎，还得要替你撑持家业。哼，我要是累出病来啊，你得负全部责任。啊，这，哎，夫人，你也知道嘛，是不是？我对数字这玩意儿是一窍不通的，而且。哎，你这是干嘛嘛？我是心有余力不足啊！你，哎呀，好，好心奶奶，别啊，别啊！来，哎呀，哎，张大，哎，你最近好像蛮有空的嘛？啊？你怎么这么问呢？你来的挺勤的。你不是说了吗？你上回告诉我说，哎，只要我多来看你，那你就不会难过，不会生气了，那我不就过来了吗？哎，张大，嗯，我听你说你买那些鱼是要放生的。哎呀，我看他们呢，统统挤在一个缸里头，连气都喘不过来了。哦，我就叫人把他们全给放了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，你歇一会儿啊。眼睛闭一闭，我来帮你啊，好好的敲一敲啊。哎，老爷。哎，干什么啊你们？走，走啊你！走啊你！放开我！哎，走！给我坐下！
老爷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哼！哎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马良，哎，老爷，你逼着我啊？没有啊，老爷，我没有逼着你啊。哼，长儿，哎，念给他听听。听好了啊，本月初二巳时，老爷上厨房寻找，结果马总管刚刚离开。本月午时，马总管在总管房里发月份钱，老爷寻找，结果马总管突然拉肚子上茅房，老爷扑空。深夜了，老爷派遣张安，这是本人我啊，上总管房里召唤马总管呢，深夜出外收账。你说这巧不巧？巧不巧啊？你是不是逼着我啊？老爷，我真的有事啊。有事？有事谁会大半夜出去收账的？你说是跟谁收账的？哼，你这根本就是分明逼着老爷，你这个居心何在呀？你真是的，你等等。老爷，我是真的有事去忙啊。有事那你怎么解释亥时去收账的事啊？我不是去收账的嘛。老爷，你看他说出来吧，他分明就是逼着你，他分明就是有心。你急什么啊你？老爷，借不说话，请你。老爷，我不是去收账的，我是去付钱的。记不记得老爷上次在万花楼社的时候，那老鸨找上门来，差点给那杏花撞到。啊！别说了，别说了，我知道了啊，我知道了。啊，这档事呢，就到此为止，别再提了啊。算我误会你了，没关系。兄弟啊，我上次拜托你的事办得怎么样了？啊啊，什么事啊？哎呀，追求卖鱼女的那件事啊，怎么样了？有没有什么这个计策呀？哎呀，怎么样嘛？老爷，那我可得先问问你了，你对这卖鱼女子可有势在必得的决心？我当然有势在必得的决心呐，甚至可为这卖鱼女子付出所有，倾尽全力。我愿意为她付出所有，倾尽全力呀，甚至也不怕被李高才笑。李高才？李高才是什么东西啊？敢笑咱们家老爷？对，他什么东西啊？他敢笑，我让他好看。真的？甚至不怕被夫人责怪？哎，我说马良，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？真的吗？夫人好。哎，马良，你敢骗我？老爷，我没有骗你，可是你看，我才提夫人的名字，那天站都站不稳，要是被夫人知道了，他一定会大发雷霆的嘛。哎呀，那我就惨了。那我该怎么办呢？哎，老爷请坐，让我慢慢跟您说吧。你走开呀！老爷啊，其实我也不想跟你这么说，不过这卖鱼女子的品貌俱佳，个性十足，真是个人间尤物啊！是啊，不过我们也不能不顾夫人的感受，对吧？要是他知道了，一定会大发雷霆。所以，老爷，你要不要重新考虑考虑？为了这个卖鱼女子，冒这么大的风险，您值得吗？这，我，哎呀，之所以老爷拜托你马总管，也就是因为你足智多谋，有办法，是不是？哎，对对对对，马良，马良，对对对，马良，马良，哎。你对夫人是一向有办法的，我不管，你得帮我解套，顺利取得卖鱼女子啊！